做人甲尊重。今仔日的大摒扫，除了摒扫环境，我会把家己无爱滴的寒天旧衫拢总清出来，若无衫橱啊，拢滴要堆袂落啊。好，无问题。足清气的，像新厝同款。辛苦几工，汗总算无白流啊。清气是清气，也毋过迄堆是要安怎？哇，这拢是清出来无要滴的哦，哪会遮尼多啊？免烦恼啦，我知影有人在收物资，要送去非洲，咱会用甲遮摕去捐啊。对的，会用的穿旧衫，佮会用的做好代志，真正是一兼二顾。足好的，就安尼决定啊。美丽，今仔日你找我食冰，有甚物代志？我有代志想要请你斗三工。我常常去做义工的爱心基金会，正在收集物资，要送去非洲。也毋过物件实在伤多啊，需要人斗三工整理。无问题，遮尼有意义的代志，我一定会去斗三工。足好诶！哇，遮尼侪物资，大家足有爱心诶！有爱心是一回事。也毋过，伫做爱心的时阵，是毋是真正尊重，又阁是另外一回事啊？哦，尊重是啥物意思啊？等一下开始整理，你就会了解啊。哇，遮尔厚的衫，还阁有遮尔悬的悬搭鞋，平常时要安怎穿啊？足无好用的。还阁有咧。这内衫遮破，佮有袜仔的色水嘛无同款，要互相穿啊！亲妈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啊吼？啊，遮的物件，哪会敢那看过？你看，非洲遮尼热，根本就无需要雪靴、大衣、蓬西围裙啊！大家有爱心，煞无够用心。用心。真侪人拢甲送物资当作旧衫大摒扫，甲无爱滴的物件当作粪扫送出去，煞无想过受捐者真正需要啥物。假使你是受捐者，收到安尼的物资，敢讲袂困了？敢那已经困了呢？也毋过，伊收着遮个物件，确实无需要，直接单调就好啊。每一个生命拢是平等的，这种单本素的心态，因一定感受得到。虽然毋是故意的，也毋过煞在无意中伤害受助者的自尊。对，我嘛无希望人安尼对待我。捐物资是做公益。用意是互相斗相共，毋是甲无爱滴的物件当作粪扫，凊彩弹过去。我知影，家己认为的付出，煞袂记咧尊重，真正足害的呢。讲到尊重，顶摆我伫国立院陪小朋友写功课，阁拄着搁较含的泪咧。你听有无？你看，一寡小朋友拢是无爸爸妈妈的，是毋是足可怜的？咱逐个月捐出来的钱，就是摕来帮助因，让因有饭通吃，会用得去上课。你看一寡无爸爸妈妈的囡仔，拢知影要用功读册，敢若有你哦，一工嫌爸爸妈妈烦。倒一天哦，来甲你送来吃，体验无爸爸妈妈的感觉。美丽姐姐，迄个阿姨是啥人啊？为什么要一直讲阮无爸爸妈妈，讲阮足可怜呢？有一挂大人唔知影家己在讲啥物，莫插因就好啊。
真正有够憨的，哪会用的安尼讲话，足无礼貌的，一点仔拢无顾虑小朋友的自尊心。迄个阿姨因为平常时有捐钱予孤儿院，所以就带查某囝来机会教育。其实来孤儿院看小朋友，一定爱经过同意，带着发自内心的关爱，毋是敢若来西动物园共款。对，互帮助的人嘛需要有隐私佮基本的尊重。伫付出爱心的时阵，卡斯会当加一寡用心佮尊重。受助者一定也感受会到，自带高龄一定的爱心，不如卖有。原来伫个做好代志的时阵，爱注意卖予受助者感觉自卑感歹看，嘛是需要学习的一项功课哦。阮妈妈常常提醒我，咱爱感谢受助者，予咱有助人的机会，成为手拔向下骹的人。手拔向下骹。也就是讲，咱有能力替别人付出佮奉献。讲了真好，美丽，咱真正爱感谢受助者。咱一直讲话，拢袂记哩，还佫有遮尔侪物资爱整理呢。袂要紧，今仔日我陪你做伙加班。帮助人是一件好代志，也毋过千万袂用个有自大、高高在上的态度。爱知影尊重，卖一厢情愿付出爱心，嘛爱考虑对方的隐私佮尊严，毋是出钱出力，就是上大高人一等。爱有一粒谦虚的心，加一寡用心佮同理心，才是真正的爱心。